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打的这个游戏呢是盟军敢死队二，目标巴黎的 1.16 版。我们今天来打一个关卡，好，我们今天来打的这个关卡呢是这个 L16 关卡，这关的名称呢叫做火车行动。火车行动这个作者呢还是这个作者林雨婷。好，这关开局呢我们直接来到一列火车上面。这里火车呢虽然是停下来的，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是不能下车的，就当做这个火车在开吧。要是这个火车真的在开的话，我们这个录像录下来就非常非常之庞大，所以呢这样好像也好。原本好像是这个火车是在开的，哎，什么东西就在叫了一声呢？这怎么搞的？来谁呢？我操，跑这么远！ I'm ready. 我们先存个盘吧。哎呀，这个存档我居然没，这个存档我居然忘记那个了。好吧，那就存到一起吧。这是 L16 关卡。这关的任务呢，联系绿色贝雷帽，联系小头，好像都是废话。这一出来，三个人全部都是已经属于自由人了。这三个人无比的健康。然后呢，我们惊喜的发现了小头。这个小头呢，是我们这个盟军敢死队二里面超牛逼的一个角色，但是在这个1.16版里面啊，你并不知道这个小头能不能捆人，搞不好他是不能捆人的。被猫王搞不好也不能捆人，所以说这关实际上还不知道怎么搞。我们还是默认这个小头他是可以捆人的吧。我们先默认这个小头可以捆人，然后呢我们从这两个人身上偷点东西，因为小头毕竟速度快一点嘛。好，我们存个盘让小头行动，看看小头能不能捆人。没人吗？这么顺利吗？敢背对我？哎，小偷，你真不能捆人呐！这。小偷还真不能捆人，你说这个咋弄嘛？好吧，贝利帽说一群笨蛋，那这关肯定只有我能捆人了。小偷身上的东西给我交出来。好了，间谍，你的东西也交出来。有。哎，怎么搞的？那只狙击枪怎么回事啊？我操，还真有只狙击枪，这么惨。好吧，那个盟军一的那个高难版本，估计里面的狙击手就是从这一关弄来了。你这个狙击枪，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！逮谁了？逮谁了？哎，怎么还不走？哎？这怎么搞的？这怎么？我操！里面这么多人，我打得过去个屁啊！居然还有条狗。I'm ready.
Fire Hole。存一下，存一下 ，L16。哎，我们时间差好像大家没算好。哎，怎么搞的？刚才怎么看到我的？是不是很无语？哎呀！Impossible, sir. Leave it to me. 好吧，先把这个脑袋伸到外面的家伙干掉。Good. Good. Nine. 这个地方，这个门明明看着你出来了那么多人，居然不让我进去。哎，不对啊，这关的门好像没有显示。这到底有没有门呢、啊？不要，这个地方有门，我没进去啊。哎，小偷还真能爬墙。把尸体丢这个地方，安不安全？管他呢，打不过我们就重新来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会？他不是看窗外的吗？哎，你啥时候看窗内了？我操，你还不吃烟啊？哎，你这个人到底看到我没有啊？你这个人的视野到底能看多远啊？操，想成一代去了，想成一代去了。算了吧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，该分个屏的。原来跑这个位置站位。好吧，贪心不足啊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吧。娟也是要吃烟。哎，这还真来不及，这居然还真来不及。一拳头打翻。This is mine。不扛走，就放这个点。Mine。哎呀，你吓我！哎呀，
这小子这个随机性也太强了吧，这样子移形换位。啊哈，好吧好吧。Good. 啊 ,Nine, Nine. 还有一个人呢。我操，这个外面丢就只能丢一个格子，我这把冲锋枪就没有了。你们这样移形换位我有点搞不清楚。Leave it to me. 啊操，已经被发现了。前面那一次好像真应该多捆两个人。那些人还不换位吗？全是烟鬼，日军军纪就是要严明的多，没几个抽烟的，这个德军基本上都是抽烟的。哎，这倒霉了，别往我这边转，快走啊兄弟，这个人两口就把那包烟抽光了。看吧，我就知道倒霉了吧。先把中间这个干掉，算个平吧。I'm ready. 哎，哎西，走。哎，这包烟还丢的不是位置，还弄成实弹了吗？这包烟拿不回来了，这怎么搞？这怎么搞？还好你抽烟抽的久。这个尸体给我丢一边去啊！我要把这包烟拿回来呀、啊！快存盘，把这辆车厢打过去就算开局。啊哈，
线居然还能看得到。It's done.Leave it to me. Good. Good. 转过来啊，专门给你准备的这包烟。这个是个步枪兵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。哎呀，你还看不到这包烟，又得等。那另外四个是看样子是死的了，这个就这一个是动的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藏匿一下，这些火车停在这个地方，然后里面的铁血十三军号称什么不吃饭不吃肉的。保护那个什么县长上任。Leave it to me.张麻子现在被他妈扮演了一个张麻子的角色，在这个地方劫火车，扛进来，扛进来，不要外面待会儿又跑出什么人来了。好像车头要是跑人过来，我好像也没办法，这个人还是看得到。好，没有了，存个盘。然后现在我们来一点简单的。This is mine. 哎，你看不到，没存盘吗？存了的，真看不到吗？ Leave it. 不要骗我，不要以为你看不到我就不打你。哎，这小子你多什么事嘛？我这边的战术都还没布置好。怎么这个老是没丢好了？又是。这时间间隔好小啊。原来还可以用这招，我操，果然是有烟的家伙完全不理我这包烟。那个家伙也是抽烟的啊，这边是独拍的，那边是双人灯，这边是单人灯。这个家伙没烟抽，看样子我拿烟可以把他吸引住的。我就知道吧。好，这个是有烟的，拿烟就没用了，还是丢一包测试一下。小子太贪心了，最后一包烟吗？嘴上叼的是最后一支烟。这关八个人，我有一个人身上的冲锋枪没有收下来，我们再收一下。有一个人我记得扛出去没有机会把他勒走。哎呀，算了，那就好。第一车先弄完，存个盘，这算开局了。这个脑袋顶上这个应该是看不到下面的，但是我迟早也得把这个脑袋顶上的家伙干掉啊。但这家伙看这么远，干掉他之后
你看得到下面吗？你也看不到，看不到吗？烟呢？大家吃烟吗？我就问你们。哎呀，我烟还丢不上来，我还以为能够丢上去。丢不上来，果然丢不上来。Good. 啊，这应该是让小偷来打的。那个人赶快走啊，哎呀，这个人又转身了，啊，里面是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。好，你们两个一起走，中路的和这个。好，哎，军官你还不转身，哎，看不到啊，糟糕，这就是前面没有取视野留下的弊端。前面要是取了视野，这些地方就很简单了。叫你转来转去，不让我打。哎呀，这不是间谍的家伙吗？这么容易才拿了两发子弹。哎呀，这个家伙被包光了。死到老惨了，身为一个将军，居然又都被人扒光了。这三个已然，这三个趴在那边等着什么？等着西门庆的家伙，准备碰瓷的。好，贝林豹说：“我来碰瓷。”将军被扒个光溜溜。哎，这妈的什么？用香烟。这样都看不到，我太高估你们了吧。Agree. 这样也看不到。Point. 这可以进去了啊。Point.好吧，看样子这个地方这包烟给你丢到这个里面去。这还丢不了烟。Leave it to me. Good.早知道你能看到，我还用那么麻烦。哎，这看不到烟，有点奇怪呀。没人来了吧？Leave it to me. Good.
真是快。这个不行啊。转向居然往那边转，我们看看这一关我们能不能不用间谍打过去。教你贪心，你叫来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跑得那么快干干什么？走一个啊，丢近了一点，不要站在马路上。这居然还是一个包间。好，我们打一个车厢就存一个盘，打一个车厢存一个盘，不可能被猫一个人就打完吧？我操，这个地方绝对不可能啊！这个超级狙击手，这个狙击手在我这个上面打不了啊，这怎么搞了？你这个八号也不能爬着吗？哦，这个地方可以爬，可以爬上来。你这个八号爬上来把他打了，我也没用啊！这个八号，八号把他打了又不能捆。
怎么把他们引下来呢？开一枪。哎，没枪了。这一号出来就在这个地方，利用这个时间差，一号冲上来把它捆掉。哎呀 ！I'm ready。直接出来爬上去来得及吗？ Leave it to me. Good. 拿着步枪装狙击手，哎，跳下来呀！我操，有贴纸的就不能跳。赶快赶快赶快，冰柜神速。哎，Leave it to me. Good. 为了防止你复活，干脆把你脱光吧。这，你真要来救吗？好好的地方你不去，非要来救。哎，既然你们要下来，那就简单了。Leave it to me. 这个好像要变红了吧？管他呢，开一枪看有多少人下来。我操，这么多人都要下来，那这关好简单的。既然没人来救他们，也无所谓了，直接上来打。Leave it to me. 还不走啊，兄弟！可以了，不要那么认真嘛，看去看车头啊！我看能不能一口气打完。这到底看没看到我啊？他哦，他是那个位置看到的。我是说怎么回事，他从这个地方下来，然后是朝这边看的，我得等他爬上来才行，不然还是会被看到。然后他这个时候要往这边转，哎，转到了，啊，这个地方，你存个盘看能打几个。好，子弹都满了，那就没用了。哎，这个能看到，只能打两个。这悲剧，本来时间都够的。
不去捡东西了。Good. Good. Good. 这个家伙爬上来了。好了，车顶解决。刚才谁往这边看的？This is a boy. 充个盘，车顶解决。这家伙怎么躲的啊？哦，都是在里面。要来救人吗，兄弟？这个人看了一眼，算了，这边四个家伙都被干掉了，我一个人去，那不找死吗？没人来救就是好办的。That's it. 地方应该出来丢包烟的，出来之后丢包烟。哎呀，你不看我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个看到了，你这个凭什么看得到？太不教化了，这纯粹就是狙击手耍无赖呀。我趴着，你总不该看到。我他妈被人猫都趴下了，怎么还没看到了？这好像时间不够啊。好吧，等你这个人下去了再说。我操，这样都能看到。但刚才果然是这个原因。站起来。等他下彻底下去了再说。这样他都能看到。哦，这下你看不到。这又被谁看到了？原来如此，这个人打了要出发，打了不捆试一下。Leave it to me. Good. 不捆没事。
Impossible, sir.哎，没对呀、啊，这怎么搞的？那个巡逻队会把这个上面的人看到吗？算了算了，用六号，用六号，真是的。看不到烟的吗你？哎，这个是那个触发，我想起来了，区域触发，这个应该出来了吧，巡逻队？哎，没出来。这包烟没人要吗？这是要我表演一下那个三杀绝招，这个地方再存一个盘，我们来表演一下三杀绝招。三杀绝招是怎么玩的呢？这你想要我笑 This is point 悲催，准备条件没做好。 I'm ready。 好吧，果然高手说的对，所有的这些俘虏你都必须扛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去。哎，怪不得有比我玩的好的人呢。这堆人直接自己都压死了。好，分屏，这个地方需要一个屏幕。待会我们跑到这边来玩快拳。存盘，存盘，存盘。妈怎么跑出去啊？ I'm ready. Good. Yes. 好，把这个视野拿到。还不走吗？
孙山还不一定能成功。还不走，切不来。被人冒嘴里，又碰到这个时间差了。存一个临时的。我操，这么一枪就打死了。Leave it to me. 这怎么搞的？第一次不是这样的啊。我还跑得赢吗？好吧，准备工作又没有做好。开始该把车头那个留着的，车头那个留着好像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分裂开了，现在弄到来我好像跑得那么快。
Peace, King. Aha. Good.这事你们就这样做呢？我去！你们这个样子就……尽在我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来。笑。这他妈好像要一个帮手啊。小头得过来帮一忙。小头三也可以不要。再来一次吧。Peace, King. Aha. Good. Good. 哎，这次怎么这么好运气啊？居然你是巡逻队队长。糟糕，这个打不昏了吗？这样也行，也不行，也好也好，还好还好。This is mine. Hey, what saw that? 还好。总之，打三个人的巡逻队也不是很难的。好了，这个巡逻队打完了，我们就要正式出来了。这样没人保护你了。算了算了，又晚了一口，又晚了一步。Leave it to me. 不抛弃，不放弃。Leave it to me. Good.
人管了吗？这好吧，你们这个是引诱我犯罪啊，打一个管一个吧。这小子看报纸居然还能看这么远。糟糕，狙击手上去啊，怎么搞的？哎呀，存个临时盘吧，万一这个被看到的话。狙击手，你这个行动。Leave it to me.早知道这样会出错吧。咦，狙击手啊，应该没看到我。This is mine. Good. Mine. 狙击手来了，躲一下，躲一下。哎呀，这就是 3D 模型的缺陷。玩家打起来了，不容易点到正确的位置。爬这个地方吧。哎，看不到我吗？再来一次。居然不理我！哎呀，你们这些人就是，我都不管你了，你还来？这个还能看到，愣一下，小子愣都不愣，果然是狙击手，身上果然有狙击枪，我把这把狙击枪丢在地上算了。差点忘记你们几个了。巴斯塞达斯，好了，这个过了。最烦的这个狙击手，我们终于干掉了，胜利就在眼前了。这个小型关卡还是很简单的。
最怕就是最后那个车头突然之间又出来一大堆人，然后往车尾跑。你们这些人看什么啊？哎呀，我操，这还有个狙击手。哎，不会被他看到过吧？怎么到处都有狙击手？哎，这个上不去了吗？这个车厢？我去、啊！我在这个地方，这些车厢上不去，那怎么搞？这怎么没打到？直接走过去了。Good. Good. 哎，好危险！这时间还真紧张。哎，这节车厢我上不去了。只有小车才能上啊，那就这两节车厢还没有进去。This is mine. 我去，这么多人！Leave it to me.哎，这就是没有取视野的缺点。Leave it to me. Halt! Leave it to me. 大三郎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Leave it to me.你们这样玩还要不要脸啊？我操，两个人，哎，坐着吧。哎，误会你了，原来你们本来就是这样的。Leave it to me. Good. 丢个尸体，你不会不看到吧？ Good. 大三郎，不关我的事，两手一摊，随时死去。好吧，大家都是这个德行。
这个就没有，我怎么跑进去啊？那边居然是两个门的房子。哎呀，好危险！我需要存一个。好，这个我就可以打掉了。打死啦！不要以为你们一切都会这么快，我也是玩这一招的高手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幸亏你没跑过来，吓我一大跳。哎呀，幸亏存了一个盘。我说这个地方我要干什么的呢？我要来一个震荡波的。哎，震荡波怎么搞？没震好。Leave it to me.我们的超震荡波，你怎么还看得到？刚才那次怎么会没看到？这个冲锋枪的声音，这不就对了？哎，那个军官好像不在了。哎，不会吧？哎，糟糕，军官不在了。我他妈这样会打成十两的吧？这头才是。哎，那个军官呢？哎，军官，你在这个外面算什么意思啊？赶快进去啊！这搞毛啊！啊，这个地方已经不在了。Leave it to me. Good. Aha. Hey, but sorry, guys. 好吧，都是他妈见死不救的。这个保险柜能撬吗？不能撬。我去，你他妈的这个还要走的吧？
早知道这个人走就没那么麻烦的。Leave it to me. 这也搞到了。Point.还把狗给你惹醒了，妈，这个地方都没船。哎，帅帅帅帅帅帅这个怎么会变红了呢？存盘存盘不管了。好吧，先不管外面的怎么回事。好，你们两个不要在这边不干活了。follow me， 我操，小偷果然跑得贼快。这几个门我还没有打。I'm ready. 哎呀，早知道把衣服丢在那个路中央的。小偷，委屈你去拿一下衣服吧。从这边过来，免得被狙击手看到。可惜这些门进不去。进不来的吗？我操，必须上去啊。这你这个必须上去。哎，对啊，就是啊，我就说应该可以这样爬。必须上去就这个小子就没意义了。你这间房打没打了我都忘了，没打。哎，这间房好像好简单呐、啊。把这间房给我打了算了。他怎么看到的？八号这边好像是看不到的。
看得到。怎么还在抽？好，终于不抽了。这间房可以过。哎呀，晚了。敢背对我，好了，我们这个地方又汇合一个，走回去把那边这个车厢打了。这居然还被这个人一直盯着。You've got some right mind. Yeah. 这边的门是进不去的，只能从那边那个门进。八号，麻烦你先爬回去。哎，不要从梯子上面爬。不是能爬的吗？从这边爬。来来来，从这个地方爬过来。哎，忘记了，衣服拿给剑弟。回来一点，回来一点。再给你一包烟吧。经理说 I need a little close。 小的会不会体力不支直接从上面摔死。间接拿烟也没用。这穿上军服就是不一样，帅呆了。幸亏没把烟给了一个人呐。你看我们这个算计的多好。Yes. 堂堂间谍居然沦落到扛俘虏的这个局面。间谍说算了，这里面军官都比较高级，我还是先溜一步。哎，小偷说他妈的把烟还给我，你人丢了居然把烟给我偷走了。好，小偷有这包烟那就不一样了。
这些就会变得非常之简单。Yes. Okay. 开门的吗，家伙？这个是军官，搞不好间谍。哎呀 ，officer， 间谍搞不好要被他识破了。好了，间谍可以进来汇合了。好了，三个人终于汇合了。清点一下装备。好吧，基本上就这个样子。对于这个人咋弄呢？这个是什么也不知道。这个黑人估计开始我们没有弄好，让他跑出去啊，本来他是跑不出去的。所以呢，但是刚才那个地方呢，我们已经打了，又忘记存了，所以呢就没有重打。以后大家就看其他那些高手来玩吧。我去，这个地方不能爬。哎，八号能爬。哎，吓我一跳啊！八号，你给我爬上去。八号，你这个不能爬就。哎，爬上去啊！难道从这个地方爬？果然是。这，你这个常驻这边的，这小子是，哎，不是常驻的。哎呀，刚才时间差没算好。哦，你要转身的，吓我一跳。哎，对啊，这个我打昏了，我那个不掉啊，捆不了啊。先进来。我那个捆不了有什么用呢？哎呀，没存盘，太无语了。I'm ready. 你要先过来偷袭他算了。Good. 我们先把这个时间抓好。这个好像是看不到的，先把这个干掉，然后我们先爬上来。直接出来不知道能不能打。哎，可以啊，还蛮以为要那个样子的。好吧，这个黑人也不叫事的话，那就简单了。但我这个地方咋办呢？哎呀，还可以爬上来。哎呀，贝雷帽，你这个样子就好吧。最后四个，我这个地方还有油，哎，必须先把它干掉。小偷 ，This is your job。剑灵说，好像我这一关就成了搬运工，啥用都没有。哎，这个我干不掉啊，小的上去也没用啊。其他地方还能爬吗？我上去把那个偷了再说吧。
哎呀 ！I'm ready。这个一号从这个地方爬过来，会不会被看到？能不能爬？好像必须从上面走，还不能从下面走。但是这边这个我迟早也得捆了，捆不了只能杀掉这个。还真没有梯子，我操，这个人还真没有梯子。啊，对啊，间谍有没有东西？古筝也没有。最后来杀你吧。我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牛逼的战术？小偷，你这个样子让我有点……太牛逼了！Born for this. Yep. Hello, 上面的兄弟。哎，怎么搞的？顶不住，这就没道理了，顶不住。那看样子得一口气啊，存一个零式的。我操，小偷要累死了。哎，这你妈，这都行。这被直接被看了两次了，你这个人完全不管的吗？我也是有枪的。这他妈也行吗？这样过。你说我进去拿把枪吧。这枪能不能打那么远呢？我们先来模拟一下，看这个能不能过关。哎呀，打不到啊！间谍，你这个笨蛋，这个枪的射程才这点远。重来，重来。我们先来丢包烟看一看，丢包烟没用啊，引诱器都没用，更别说烟了。进去拿把枪再说吧，开一枪。Yes。
定得住吗？哎，还真定得住，那就爽了。I'm ready, sir. 存一个临时档，万一这个后面定不住了呢？这个地方还可以下去，看一下啊，这个上来之后这个视野是怎么逛的，哇，直接就扫了。站起来了，看不到。你不要跑啊，兄弟！看不到，这个算看不到。那我跳下来这个地方。哎呀，趴着看不到，站着看得到。哎，看到了，这次又怎么看得到？这机会不好掐啊！好吧，等你走了再说吧。走。跑这么快干嘛呢？我操，这个还要救人的，哎，吓我一跳。Leave it to me. 只是让你扶一下梯子，不要爬上去。Leave it to me.好，我们这个地方来一个冰柜神术，跳下来把它打翻。OK， 这你妈还要勾引到那个，只能在这边打。见死不救的家伙，
还想跑？ Good. 又是一把拿狙击枪的，没收了，没收了。兄弟你好啊，你是最后一个人了，我决定存一个盘，万一这个打完就过关了呢。 Leave it to me. 好吧，我来看看这个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二楼啊！哎，果然是二楼。这梯子也看不到。哇，这梯子画，梯子是实心的。哎，这怎么搞的？不是说是实心的吗？幸亏存了一个。早知道会出这些问题的。谁抽烟？哦，被这个看，哎，这个也看不到啊，那谁看到我的？这个。这个是楼上的啊！我操，你这样都能丢？嗨！让我站在这边丢。这没人看到，还没丢下去。这没人看到我，怎么会有人看到了呢？直接跳。Wish I could do that, sir. 操，让你跳的时候就跳不动了。这个应该没人看呢。那个梯子，那个梯子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家伙能往外面看。八号能钻进去吗？这边。八号看样子也不行了，只有一号。我们这包烟得好生丢一下。没看到。这好像我直接爬下去就行了，怎么刚才那个直接爬下去反而被看到了？哎呀，真是他看到的，给你丢近一点。好了，这次应该是最后一个了。这个钥匙，哎呀，小偷的钥匙！我操，这关还要敲保险柜。
那这个地方存一个盘，免得过关了。我们待会儿去撬一撬那个保险柜。小子，看外面吗？哎，果然要撬保险柜。哦，这个地方还有个人没有打。这关不可能，我会用狙击枪啊。这是步枪啊，没有狙击枪怎么打这个的？丢到这个里面去。Impossible, sir.他妈怎么上来呢？直接开枪不可能呢，打不到啊。我操，你的射程这么短，妈是不是被雷吗？会不会玩枪啊？打不到啊，这个就差这么一点点，这边好像也打不到。这怎么搞？这怎么搞？哎，把这个地方存到吧。这他妈不会弄成死档了吧？这任务也不提示。看看他这个任务到底是指示到哪里？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来过了。再往前走还能走吗？这边，哎，这边还真有梯子。哎，算了，还是得先把钥匙交给小偷再说。这只狗，不杀你这只狗，你应该感谢我。小的，为什么你就直接能走过来？来来，把我的钥匙给我，我去偷一下那个箱子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鬼东西。要不枪也给我吧，万一我能用呢？妈的，你比贝雷猫还差劲。贝雷猫还是应该拿着步枪站在这边来试一下。一起走吧。那个保险箱在哪里了？忘记了。哎呀，把那只狗引到了。撤。保险柜就在这个地方。哎呀，我还以为多远。
话说看不到这个贝雷帽这个慢腾腾的样子，我自己爬过来。笨蛋贝雷帽，你才出来。升个盘。好，我们去敲一下那个保险柜。好吧，这是发报密码本，交给谁了？肯定是交给间谍了。间谍说把密码可能给我，你拿着也没用。不要惹这只狗生气，我们先走了。这边，这个人咋办呢？我就上不去，我就不管你了，我就自己走了算了。这前面难道还能走？不会，我们先试一下，是不是这个直接进去就过关了？这边这个，哎，这里没啊，这里有梯子。八号，你站那么高干嘛？应该要过关了吧？还要往下跳？这他妈跳不了了。哎，那这个梯子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个过不来，给我这个梯子是什么意思啊？没地方进啊。OK， 好吧，我上当了。那这个应该就是进到这个里面就过关了。不可能昨天那关没过去，今天这关又不过吧。这里还有一个人，我就不管他了。Showtime， 该过关了吧？操，这样还不过关？这没天理了！这还有门吗？这没门呢？这怎么搞啊？过不了关？操，这个算完成了？小时候我明明也完成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还得走那两个上面去逛一趟。小时候说好吧，我去把那个人杀掉。哎，想让他活都不行啊！我去把这个人杀掉。这个怎么会过不了关呢？联系小豆这个任务怎么会不算完成呢？这个地方我明明完成了的啊，难道最后是走到那个中间去？小豆不要乱跳啊，跳这个地方。这也不算过关，难道非要我拿冲锋枪把你打死？哎，你这个笨蛋，居然靶子这么差！我操，没子弹了！这你妈的，这个搞什么搞？马上下去拿一发子弹。
子弹，你居然没打死那个人，说出去都要笑死人了。多打10发吧，要是20发你还打不死他。这他妈角度是对的吧，怎么会打不中呢？这也不算过关吗？小偷这个任务完成了吗？这个小偷这个任务还不算完成。哎呀，完成了，还果然要把这个全部杀完。我去呀，杀了一个人就不叫全捆，他不叫话了吧？居然还是被发现啊，这怎么搞的？感觉这一关是没有被发现的，但是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点错误吧。估计是被那个狙击手看到没有注意到，然后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望远镜，这个地方被发现了一次。这个估计就是最后那个人，但最后那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捆，你没有梯子上去能杀掉，杀掉居然就扣了两颗星，郁闷了。今天这个关卡我们就打完了。这个呢就是这个盟军敢死队1.16版的这个16关卡，这些关卡呢还是比较简的，估计就是直接淋雨天直接移植的吧，他没有做什么加强的。今天这个关卡呢就到这个地方，大家再见。